我希望你将迄块地让给我。之前才叫媒体找我麻烦，啊，现在又要我头的。我跟你讲，不管你用媒体安怎带风向、炒新闻哦，这块地我是没留你啦，都要我死啦！我是真正靠不落去的，现在利用今日机会，大家的面看破眼睛的了。现在保守，是不是你妈给你改？你想要你应该趁现在把事情正常讲出来。快，安乐遗书。我又搞不对，安乐恐惊，你才去出事。我是一个太差不囡仔，我有罪。我发觉，因遐的人只是要利用我，拢无希望我活落去。既然安尼，我不如先解决我家己。安乐，这个人敢是老会长？是啊。啊！不过我哪会感觉今麦咧解讲迄人，像咱有淡薄仔心慌安乐呢？真讲，我就是我，我无业界背景，甚至有一天会变作穷光蛋。吼、哦！你真是惊着我呢！讲到袂输，你是假意之词。我那真正是假的。叫你查的代志，敢查清楚？你敢确定你想要知影真相？所以帮助在。真正跟小琪有关的，伊确实是夫人的亲生后生。小琪，你敢反背我？我一定让你付出代价。